其实我们想说要用创作改变世界，最主要觉得是每个人都应该会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跟人生的价值，而创作这件事情其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具备的，你不需要人家教，然后你也不需要特别学会什么技能，因为你一定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你自己，所以我们才会喊出说用创作改变世界，因为改变世界的第一步一定是先改变你自己，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你自己，然后你可以把这样的力量去分享跟影响更多人，进而去改变这个世界。对，那我们希望改变后的世界是每个人都是很有自信，都很喜欢自己的生活，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对这个世界是有好的影响力的。其实一开始我们做创意市集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都是讲说，哦，我们就是摆摊摆摊，就是摆摊人这样。对，然后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也就是等于说跟朋友一起就是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市集的活动，然后所以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一直都在做就是所谓创意市集然后摆摊这件事情。然后有一天我就想说，哎，其实我好像一直都因为创意市集这件事情然后生活，然后也在为他努力着跟工作着，我觉得哎，摆摊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所以我那时候我们是想说摆摊人生其实就是这个人，就是我们这些创作人的人生。其实我们摆的虽然用摆摊的形式，但是它其实代表的是我们整个的人生，而且它的影响力也会影响到的是整个的人生。然后所以我们当初在提出摆摊人生这一句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三个 slogan， 就第一个是用摆摊应该第一个是用创作赚取旅费，然后第二个是用摆摊体验生活，第三个是用发现精神展开对话。其实这三句 slogan 就代表我们摆摊人生的精神以及我们想要表达的事情这样。这件事情就是还真的蛮就是很戏剧化这样，每次想到都会觉得真的很像就是在拍连续剧什么之类的这样。对，那就是19岁的时候就是因为得气胸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健康宝宝，然后也因为但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在医院就是住了一个月，然后我觉得让我深刻的体验到一件事情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就是你不要放弃自己这件事情，因为即使到最后关头，或者是可能大家都束手无策，或者是你觉得人生没有力量或者是希望的时候，但是能够救回的也只有你自己这样。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体验到说其实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把你自己推入深渊，但你也可以救你自己起来。所以从那次之后，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把自己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观念跟价值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那之后，我其实还蛮比较执着的，就在于是说如何从自己的观点跟出发点去想我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跟生活。对，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放弃自己，一定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得到，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让自己人生有遗憾这样。